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國萬劍鋒分行的 Sunny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荃湾雀跃亭的一个北雀的高层特色户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来看看。雀跃亭位于荃湾洋屋道100号，发展商是新鸿基，屋苑设有会所，亦都有天桥连接至荃湾各大商场。单位实用面积1046尺，属于三房一套联工人房的间隔，楼底高度3.275米，是落地玻璃的设计，属于雀跃亭的特色单位。这个客厅绝对够晒巨型啦！客厅的右手边原本是饭厅嚟嘅，业主做咗地台，增加咗收纳空间，亦都将呢个空间俾咗小朋友做玩玩具的地方。因为面积都唔细，足足有一间房的空间，客人可以拣翻间房，将呢个单位改造成四房的单位都绰绰有余。这个单位坐向望西南，景观方面因为是极高层，可以眺望翻西南两边的海景，极度开扬。厨房是 L 字型的设计，配备了基本的设施，里面还有工人房，工人房都不小的，做完张组合床都还有空间。普通的客房都可以做一个巨型衣柜，窗台位置可以摆放几张坐垫，得闲坐在这里看下书，喝下咖啡，好惬意的。客廁是原装的设计，保养新净。第二间客房方正实用，三间房的景观都是同客厅一样，间房做张4.5尺的床都没问题。套厕是原装设计，配备了浴缸和企缸，空间阔落。主人房摆放了一个巨型衣柜，大到再做埋三边落床，再加张台都冇问题。这个单位非常适合一啲中意近市区又要望到海嘅客人。今次带大家睇到呢度，如果你哋都对呢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联络翻我李家國萬劍鋒分行嘅Sunny，记得 like 同 share， 我哋下次见啦，拜拜。